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相信大家也看过很多关于黑暗骑士的一个玩法跟介绍，有很多实况主都已经有做相关的分享。那关于技能的部分呢，或许大家还不是那么的熟悉，因为它毕竟跟目前天堂 M 其他的职业来说有蛮大的这个差别。那这一段影片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职业的技能跟特性。到底是怎样？那我们这次主要把这个重点，把它摆在技能的部分，来让大家知道一下黑暗骑士它强的地方在哪里。那为什么它的技能会对它的机体跟它的这个续战力影响这么强大？好，那这个画面呢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黑暗骑士的所有的技能，它总共有三个等级哈，它总共有三个等级，那包括一些。普通的魔法，然后英雄级的魔法，以及三招传说级的这个技能。好，那我们先从前面开始介绍哈。那有一招，这个的话，第一招这个叫做黑暗标记，或者是称它叫做黑暗印记。那这个技能它其实是比较像是一个故事性的一个技能，它不能主动释放，它也不能。去做任何的这个释放动作，等于说，黑暗骑士这个职业出来的时候，它本身就有这个技能存在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天赋。那从这个故事的剧情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进来玩黑暗骑士的时候，它前面其实会带到一些这个骑士变成黑暗骑士的一个剧情。好，那它剧情其实是说，他喝了这个赛尼斯的药水之后。好，骑士嘛，他原本是骑士，那喝了赛尼斯药水之后，会有这个黑暗魔法的这个能力，好，以至于说他现在会长久，就是永远的常驻这个状态。好，那包括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身上，它有这个黑色的这个气焰，还有紫色的气焰哦，它这边也是有，哦，黑暗骑士的这个黑色、紫色的这个气焰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技能的效果。哦，那它主要的这个实际上的。用途呢，就是它说明是说把物理攻击转换成这个魔法攻击。好，那我们实际在打怪的时候，其实是它是等于是100%命中这一只怪物哈，它没有命中率的问题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今天是一级还是两级，你去打七八十级的人，你都打得到。哦，只是差别在于说痛与不痛啊，你都可以打得到它哈。那这个是第一个技能，它就按你。暗影标记或暗影印记。那再来第二个技能叫做黑暗之刃。好，那这个黑暗之刃，刚才我们有看到的画面啊，像现在这个远距离的攻击啊，它就是黑暗那个黑暗之刃的这个效果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快速键里面呢，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，把它开启或关闭。好，关闭之后，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近距离的这个攻击。好，那如果你把它开起来的时候，你只要走到大概5格范围左右，它就会自动切换成这个远距离的这个攻击。那每一次砍出这个剑气啊，它都会扣7点的 MP，啊，它都会扣7点 MP。所以我现在是没有变身的状态。如果说你用了蓝变或红变哦，它增加它的攻击速度的话，这个魔力会扣得非常的快。那这一招呢，它主要其实是用来。譬如说牵制想要逃跑的这个敌人，或者是你用来抢怪用，啊，那抢怪相关的这个教学，小编之前有在上一段影片有介绍过，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这招的话，它虽然说它可以远距离攻击，但是实际上它的攻击的这个力道，它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大概只有普通攻击的一半，啊，所以这个效果其实是以攻击来说，它是大打折扣的，可是以这个战略性来讲。它是有它的战略价值存在的啊，就看大家怎么样去运用。然后再接下来第三招，这一招叫做黑暗盔甲。哦，黑暗盔甲它的能力的话，就是直接增加减伤。哦，这样子，它增加的减伤是增加3，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。哦，那原本是增加3，那它每十级，它就会增加一点的这个减伤值。所以我现在是55级。哦，它的减伤就变成加4，这个是会随着等级而去改变的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它释放需要用到它的魔法材料，
哦，魔法材料就是这一个，它叫做黑魔法水晶，跟魔法宝石很像，只是它是这个紫色的，红紫色的啊，它会消耗这个材料。那接下来第四招就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好，看这个图是有玩过骑士的都知道，这个就是冲晕，那没有错，它就是黑暗骑士的这个冲晕，它叫做黑暗冲击之晕。哦，它的技能以晕眩来讲的话，它跟骑士一样，都可以最长可以晕到大概5秒左右，2到5秒的这个时间。啊，那除此之外呢，它还会有另外一个效果，就是当你打到敌人的时候，哦，它会有减伤减10，应该说扣掉对方减伤10的这个效果。哦，那这个是它的这个特色。那 CD 时间的话，一样大概都是8秒左右。好，那这一招技能，它虽然说是一般技啊，可是你只能第一个是只能从血盟商店购买，好，你必须花7万名玉币才能换到这个黑暗冲晕。不过现在韩版、台版不确定，韩版是因为开放黑暗骑士的关系，所以它一开始它就在这个魔法商人那边，它就贩卖这个它的魔法书。他的技能书啊，他要大概要1000万的这个金币可以买到，价钱比较贵一点哦，但是其实很有价值，这个一定要买啊。这个就是黑暗冲晕，那它相对的待会会有一个比较进阶的强化的，待会我们会再讲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先看第四招，第五招哈，第五招这一招叫做黑暗之魂，好，黑暗之魂，好，黑暗之魂，它主要效果就是比如说你攻击敌人的时候。攻击敌人，当敌人死掉的时候，你就会吸取对方一部分的这个 HP 跟 MP。好，那它主吸收的方式有分成2种。好，第一种是对一般的怪物或者是一般的 NPC，你把它打死之后，它会恢复5点的 HP，然后1点的 MP，这个是对一般怪物。可是今天如果你打的是玩家，好，你跟其他玩家 PVP 的话，那这个对方死掉的时候呢，你回复的这个 HP 跟 MP 可就多了，尤其是 HP。那在韩版啊，我们有看过韩版一些课长他们的这个测试哦。我曾经看过一次回最多的是回2500的 HP，那 MP 的话我大概是100左右，100以内啊，MP 要回100以内啊，这个它一定有一个计算量，那只是说目前还不清楚。但是这个恢复量来说，以这个职业来讲，因为其实回 MP 对这个职业影响不大，它主要的技能大部分都是消耗 HP 的。那而且 buff 技能其实持续时间也非常的长，所以回复 HP 对续战力有影响，非常大的影响。因为它如果一次可以回到2500的话，啊，就差了非常多。那我自己曾经去测试过。杀这个，比如说在外面开外挂的啊，或者是一些内挂，我自己去找几个测试哦。他至少一次可以回到900多哦，可能取决于对方的血量啊，这个可能取决于对方的血量。那这招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技能啊，它对于这个续战力影响来说，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观的。好，那再来第六招啊，第一阶的第六招叫做黑暗冲击。好，黑暗冲击呢？它这个效果就是让这个黑暗骑士哦，它有类似，除了一般暴击之外，它还有这个1.5倍伤害。哦，刚才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啊，它砍出来的这个伤害，只要有发动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是1.5倍的这个额外，应该说1.5倍原本的伤害变成1.5倍。哦，那个这个相较于骑士来说，骑士是没有的。那相较于黑妖的，譬如说它的。这个他有2招嘛，这个燃烧斗志，或者是另外一招叫什么？哦，他钢爪跟双刀都有嘛，都有那个独自的这个暴击的技能哦。那相较于黑妖的来讲，它的发动率当然是比较低一点。那小编这边有做过测试，它的发动率大概是7.1%。好，那当然运气好一点的话，可能会连续发动，就像我们刚才这样的连续发动。但是我测过实际打1000次。打这只木人哦，我实际打他1000次哦，大概测出来的平均是7.1%。那这个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然后呢，当你今天如果说我们使用远距离攻击啊，我们开启这个黑暗之刃的时候，它一样哦，它一样也会发动这个效果。
好，普攻的时候就会有几率发动这个一样是1.5倍的伤害这个效果。好，那7.1%的这个几率啊，所以稍微有点低啊。这个但是这个都是运气哦。好，提供给大家来做这个参考。那这招的话，基本上它也是属于必备的一个技能哦。虽然说我们平常可能会把这个黑暗之刃关起来哦，就变成纯近战。那纯近战的话，如果有这个1.5倍的这个伤害，对打怪或者是练功啊，或者是打人来说，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讲解第二阶的这个技能啊。首先第一个技能叫做黑暗，抱歉了，第一个叫做极限回复。好，第一个技能它叫做极限回复，它这一招的话，它是英雄级的技能，也就是说它是红色的。好，那它实际上的效果就是，当你的 HP，比如说你今天你在打怪也好，PVP 也好，HP 越低的时候，它的药水恢复率会自动去上升。那有经过实测了，它大概最少的话，它开始发动的时候会加大概3%左右，3%的这个药水恢复率。那最多的话呢，会加到5%。好，它会加到5%。那这一招跟刚才的充裕一样，它都有另外一个强化的技能在这边。那我们一样待会去解释。那我们先接着看第二招啊，这招的话叫做反射冲晕。好，那这个反射冲晕它的这个取得方式啊，很简单，一样是跟雪盟商店购买，但是它的价钱就比较贵了。这个的话要16万雪盟币，雪盟币就是名誉金币啊，16万的名誉金币。对于一个新角色来说是比较不容易取得。那因为韩版它一样是刚开放这个职业，它为了让大家体验哦，所以它直接在魔法商人那边贩售这个技能，但是价钱非常贵，它要3000万，好，未税价的价格3000万的这个金币哦。所以如果说你跟上面这一招冲晕比起来的话，至少啊，你至少要准备4000万，4000万一定买不到，因为每个城哦，每个伺服器都有税率的问题，所以最好准备到大概4500左右，4500万的金币左右就可以直接买到这两招啊。那这个学习技能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40级，冲晕是40级，那反射冲晕的话是50级才能学哦。好，那回到重点哦，反射冲晕它是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哦，那大家知道骑士有冲晕嘛？哦，那这个反射冲晕它顾名思义哦。在它效果发动的时候，如果说对方就是敌人、骑士啊，或者是其他职业去给他冲晕，哦，那他就有几率去反射这个对方的冲晕，就是他晕你，结果反晕到自己，哦，这个技能其实对于这个骑士来说啊，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哦，你可能一瞬间就被反晕了，哦，那它的发动效果是怎么样？这个还要再去测试，甚至说枪手的冲晕会不会因为这一招的关系而反晕，这个目前还不清楚，好，要去测试。只是说，黑暗骑士有这样子的技能，它本身可以晕别人，那又有反冲晕的这个技能，那这个对于近战 PVP 来说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影响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二招。那接下来第三招呢？第三招就比较特别一点了，它叫做黑暗之眼。好，这招叫黑暗之眼哦。那小编这边就没有去学了，因为他这个黑暗之眼也是属于英雄级的技能。哎，不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它也是属于英雄级的技能哦。第一招是这个，第二招是这个英雄级的技能。啊，那它实际的上的效果呢？它就是当你在打架的时候放这招技能的时候，它会随机辨识出一个敌人，然后标记他。哦，它会标记他，然后被标记到的那个人，他会被扣防御。哦，那官方的说明是说，它会标记自动找到 HP 比较低的啊。譬如说，我今天有一个骑士，有一个妖精，有一个法师在这边打你的时候，那他可能会去标记到 HP 最低的。譬如说，哦，妖精可能那时候没血了，啊，被打到没血了，他就去会去标记妖精，然后这个妖精呢，他就会被扣防，哦，应该是扣10左右，防御应该是扣10，哦，那马上扣下来，你就可以，他可能就会马上被反杀。好，那这个技能啊，其实对黑暗骑士来说，它有很多的这种反 buff 的这个状态啊，那下在敌人的身上，其实对打架来讲，哦，他虽然说他一个人在作战，但是他影响的旁边打他的人可能都会被影响。
哦，那这个是黑暗骑士，它比较优势，而且是让这个战况啊变得比较有变化的一个特色了。好，那以上呢是第二集技能的这个介绍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集。好，第三集的第一招呢叫做黑暗护盾。好，那在它的说明里面呢，黑暗护盾就是暂时它会产生一个。产生一个，在这会产生一个黑暗魔法产生的一个护盾，那这时候呢，角色会不能移动，可是角色本身会进入短暂的这个无敌状态。啊，那所谓无敌状态就是别人砍你砍不痛，哦，他怎么砍你都没有效，可是不是完全无敌的啊。当你承受太多这个攻击的时候，就是他这个护盾啊，产生太多的，你被太多的攻击打到这个护盾的时候，这个护盾也是会瓦解。也是会瓦解掉，所以它只是说让你在打架的过程中短暂的进入一个无敌，可是这时候对方是可以打你的，啊，他打你只是你完全不会有损血这样子。那目前我们知道是物理伤害完全没有效，是不是魔法伤害也没有效呢？这个要等后续来做测试才知道。好，那这个是有人说他是黑暗骑士的这个绝对屏障，哦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哦，他真是蛮 OP 的一个技能啊、哦。那这招的话，他就是这个英雄级的技能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讲第二招。第二招的话，就是跟刚才上面讲到的，我刚才讲冲晕，那这个的名称呢，它叫做一样叫黑暗冲晕，但是后面挂号，它后面挂号这个叫复仇者。好、哦，冲晕的复仇者等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强化的冲晕这样子。好，那所谓强化的冲晕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前面讲到冲晕，它本身有一个效果，就是，除了晕眩之外，它有减伤、扣对方减伤的这个效果。那强化的冲晕、强化的黑暗冲晕呢？它第一个是它的秒数，晕眩的秒数原本是2到6秒，好，一般的是2到6秒，那这个的话就是2到8秒，好，它这里没有写。啊，实际上实测就2到8秒，多了2秒钟的这个几率，啊，然后呢，当你晕到别人之后啊，哦，当你晕到别人之后，他原本是减伤扣10，这个的话是减伤，如果你有学到这招的话，它是被动的，它是被动的，等于说你学到这招之后，这招就会被强化，这样这个意思。好，当你遇到别人之后，原本是减伤扣10，应该说，你消掉对方的减伤哈，原本是10。有了这招之后就变20，所以你等于一次会扣对方20点的这个减伤，哇，那这个是也是非常可怕啊，就是你别人打你哦，然后你晕了他之后，他会发现诶，他的血突然用喷的哦，突然用喷的，就是这一招，因为他扣了20点的减伤哦，这个是黑暗冲晕复仇者，然后接下来第二招止技就是这一招，那这一招是这个极限恢复的延伸哦，它的强化版本哦，也是叫做。极限恢复，然后挂号复仇者。好，那它这个的效果呢？除了原本我刚才讲到的极限恢复，它会随着 HP 的减少，然后增加它药水的恢复率，最多5%。那这个强化的阶段，就是呢，除了这个药水恢复率增加之外，当你 HP 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，它可能，好，它会随机突然恢复一些血量。那我们在韩版玩家的这个测试里面也发现，它可以回到1140多，好，1140多，那相信这个值也是算出来的。那怎么算？目前也还不清楚，只是说它会突然的回复啊，1000多的血量，其实对于这个 PK 的时候啊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。你水怎么喝都不可能瞬间恢复这个血量，啊，那当然它也不可能说一直恢复了，所以这一招，极限恢复复仇者，它的这个设计呢，它就是。一旦发动之后，它会冷却一段时间。啊，那冷却一段时间过了之后，它才有机会再发动。好，那这个冷却时间目前也还不确定，只是它一定不会连续发动啊，不然的话这样就太可怕了。好，那再来讲第三阶的第四招，这一招叫做亡灵诅咒。啊，亡灵诅咒有2个效果。这个当你被释放到亡灵诅咒之后，第一个是你会变成不死系的特性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就是变成骷髅的感觉就对了，你的机体就是被打到这个，它会变成这个不死系。好，那不死系的这时候呢，你可能拿个奥里哈鲁根材质或者是银系列材质，你去打它的时候，它会有额外的伤害。
哦，它会有额外的伤害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就是它会降低你药水的恢复率。哦，那这个也是实测过了，这个它会降低105%的这个药水恢复率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当你命中这一招之后，你喝水会变成是扣血的。哦，你补血，比如说法师补你血，你也是会变成是扣血的。哦，它等于是一个治愈逆行的一个状态啊。中医来说，它就是一个治愈逆行哦，气血逆行这种感觉啊。哦，所以被放到这一招的话，你就是很难，你就是没有办法回血了。简单来说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技能啊，它也是这个英雄级的。好，那最后一招也是第三招，黑暗骑士的第三招，这个紫技，它叫做复仇者逆袭哦。这个是复仇者，这个是复仇者的逆袭哦。那它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招类似反击屏障的这个招式啊，但是发动的效果但不大一样。好，它这个发动的效果说明是这样子啊，当你被攻击的时候，它会随机回避五次，随机回避五次敌人的攻击，然后把这五次的攻击退回到这个打回去到敌人的身上。好，这个就类似这种反击的效果啦。好，所以这招的话它是紫技，所以你可能譬如说他一刀可能扛个100、200哦。那这个如果说被回避之后，你可能弹到对方身上的哇，你那个就弹。如果说他完全反弹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弹哦200×5，或者是80×5这样子，原本伤害的5倍哦，有可能是这样子。那目前的话，这招是还没有人去做过测试哦，测试过应该说还没有测试过他到底会反弹多少哦。那这个的话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哦，因为毕竟它是紫技，没有这么好取得啊。目前紫技有测的就是这两招。哦，黑暗冲晕的复仇者，以及这个极限回复的复仇者，那这一招的话就还有待测试。好，那以上的介绍啊，这样大家对黑暗骑士的技能应该都比较了解了。好，所以当大家在讨论这个黑暗骑士的时候呢，其实黑暗骑士的机体来讲，其实大家认为它的机体可能会比骑士还强。好，那再加上它的这些技能啊，包括他这个杀人之后可以补血啊，哦，然后 HP 降低的 HP 越低的时候，它会增加药水的恢复率啊，哦，甚至说你可以反射敌人的冲晕啊，主动去冲晕啊，甚至说这个是100%的这个攻击命中，也就是说没有 miss 的问题，哦，以及说你学到这一招之后，你可以把对方的防御下降，或者再主动一点的。你用这一招让对方变成不死系，然后变他让他有这个恢复治愈逆行，哦，那再更夸张一点的哦，去学这一招，哦，让你的血量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，哎，它再自动啊，再自动去恢复，主动去帮你恢复一些血量哦，这个都是延长续战力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，哦，那当然啊，如果你快死掉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一招，啊，这个就是黑暗护盾。黑暗护盾啊，瞬间让你进入无敌的状态，可是别人他还是会继续砍你哦。那这个都是一些战术的运用了啊，甚至所以我觉得黑暗骑士比这个骑士来说，它增加了很多的玩法哦，但是在强度上呢，它丝毫是没有减弱的这个状态哦，所以目前大部分的有玩过这个黑暗骑士啊，都会觉得它实在是非常的 OP。好，几乎是可以把这个骑士取代掉啊。不过从天堂 M 一路以来哦，包括已经目前推出了第三个新职业嘛，第一个是枪手嘛，黑龙斗士，然后第三个就是黑暗骑士。这三个职业看起来，其实 NC 在调整职业平衡这方面都会做得不错。那我相信这些技能的设定之后，一定还是会去改变，好，那只是说会改成怎样，或者是不是从他的身上来调整，因为有可能是从这个其他的职业去调整嘛，譬如说他可能从骑士身上的技能去调整，哦，会是怎样的方式去做平衡，这个目前还不知道。可是对台湾的玩家来说，其实大家可以仔细去关注一下。好，小编会帮大家关注了，就是这些技能的调整，这些变化。如果说现在太 OP 的话，之后一定会调整。那到时候台版出来的时候，我预计啊，大概是在
暑假的时候会推出这一支新的职业哦，大概是暑假的时候。那到时候台版应该也会套用韩版最新的设定哦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某种程度上、某种角度上，他可能会希望玩家多玩这只角色哦，所以他一开始的设定可能会比较 OP 一点。那过一阵子，他就会变得比较趋缓哦，那让这个整个职业的这个优势呢，大家差不多哦，大家就是去比一个技术哦，不会说谁的技能在某一个方面上谁比较有非常大的强势这样子，不会。好，这个都后来会去再做修正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黑暗骑士的技能介绍。那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。那有些部分哈，我们还要再等这个测试啊，因为这些技能不容易取得啊。我们从网络上取得这个网友的测试是最快的。那如果有看到的话呢，我会在第一时间哦，尽快我有空就帮。赶快帮大家，比如说文章啊、哈、影片啊，就跟大家来做介绍。好，那以上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了。那相信也希望大家这个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。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这个影片介绍的话呢，记得在右下角按下订阅，然后铃铛，然后或者是按个赞，好，那你就可以收到最快的这个新资讯啊，然后还改版情报或者是一些技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段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